李寻到底在哪？还有你是谁？松手。 我在那边等你，你小心点啊，他练过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这是我的事儿。那你现在住哪？回来结婚的。你们俩挺合适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 朱韵，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和你没关系。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起我。三年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以后和谁在一起？ 是做了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狠，但我今天才明白，你真的是个混蛋。你想多了。 大家都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 李寻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。 不好意思，大朋友，再见。